好的，同学们，我们看一下啊，开始今天的一个讲解。看一下，先给大家测试一下，可不可以正常听到讲话？画面声音是否清晰？因为在机场，我还选了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位置。OK，看一下同学们能不能听到。好的，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一个讲解啊。那么，先看一下那个日经指数。最近的话，我们看到全球股市其实都表现不太好啊。就是我们看到，日经啊，也是从22,471往下开始一个打阴线往下吞没。再看的话，我们股市看标普昨天我们是也做了空单是吧？标普我们昨天正好在这个地方挂空单啊，正好挂进去。一到2930附近，刚好挂进去空单，马上就点到1:2的位置。我们看一下盈亏比，OK，正好1:2的位置啊，点到目标啊。昨天标普呢也是在顶部，我们去根据这个日线级啊，就是纽元的多单啊，纽元多单跟日线级别的双顶结构。那么我们看到昨天这个地方双 K 反转上去，连续两根pin bar走下来之后呢，今天早上在利率决议，新西兰央行宣布降息之后呢，看到，纽元有一个向下去闪崩的行情啊，短线有个闪崩的行情，因为我昨天做了这笔单，那可能是我自己平台的问题，它结果今天早上我看它止损跟我损在0.63，我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这个情况啊？就如果有平台的话，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大家去找一下自己平台，去把这个相关的数据，然后截图发给他，去联系一下平台的客服，看一下就是在今天早上利率决议公布的时候呢，止损打下来的时候，有没有跟我类似的情况？就比如说在最终止损的价格是在0.6538啊，0.6538这个地方执行的。如果是的话，可以去截图，把你的那个订单的止损与最后止损的价格去把它对比一下，然后发给自己平台的客服啊，他会去相关的给予一些相关的会给予一些他查到了之后相关的给予一些赔偿。OK。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还做了一个单啊，就是做了这个英镑的空单。英镑的空单，我们昨天入场的位置呢，也是刚刚好挂到，对吧？在1.3128的位置，哎，空单入场，昨天下午就走到了我们的这个盈亏比，走到1:1.7，最低的话1:1.8左右啊，就是达到我们的第一目标，可以平仓一半，那剩下的继续持有，好吧？那么剩下的目标的话，我们根据支撑阻力来去看一下，下方的支撑比较明显的位置呢，就是在1.1.30附近啊，我们就可以把下方的目标，就是接下来去跟踪英镑走势的目标放在1.30，从它的这个日线上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好，就是昨天收线也比较好。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大阳线上涨之后呢，中间这个地方看到有一个弧线非常长，对吧？中间的子线开始有一些犹豫，高点没办法再创新高，接着往下去走。今天呢是一个低开，所以说英镑来讲的话，还是相对整个趋势还是偏空的啊，整个趋势还是偏空的。那么在日内交易当中呢，尽量去把握到那几次反弹的高点。我尽量去把握到反弹的这些高点啊，去逢高做空单。OK，一小时的结构其实，有一些像 M 头啊，这个地方你看走上来下去一二回来，哎再下来，就是一小时的这个 M 头呢，我希望就是在今天看到的，对英镑会形成一个更大的。
啊，我希望会对英镑形成一个更大的压力。一小时的结构的话，在这个1.30、1.31、1.31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也是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英镑今天日内当中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啊，就说1.31这个地方的结构呢，可能短暂回调之后会继续下行。啊，如果这次英镑能破掉1.31的话，1.30的话。啊，可能会去有，还会有一波继续探底的趋势。那么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上周英镑的收线还是比较强的，对吧？上周英镑我们看到是一个大阳线嘛，放量上涨，直接冲到了一个1.32的位置。就这个阳线，看一下它对，啊，就是这个阳线，看一下它对整个行情的一个方向，到底有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就取决于本周。如果本周英镑能收上去，就是这一轮反转回调下来，走到56.18%的位置，如果能上去的话，英镑很有可能会去继续去走到1.34，或者是往上去走，比如说走到1.4啊，或者是甚至更高，就打破这个地方的瓶颈。因为这个地方的瓶颈，我们看到英镑其实，对英镑的压制其实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卖空的一个力度啊，就是我们看到走了从这儿开始，从去年9月份开始，1、2、3、4，打了4次上不去。那唯一这一次我们看到大阳线上涨啊，我们看到在3月4号的时候也是有一次大阳线，是吧？大阳线放量上涨，结果呢没破上去，这地方有一个 false breakout 假突破。那这次的话，就看这个地方它能不能再次去将英镑去击穿1.34，如果能的话，我相信这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会形成一个井喷式的上涨，啊，英镑这个多头行情会形成一个井喷式的上涨。但就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还是有待进一步做观测啊，因为周线的大阳线对英镑的空啊这个空头就暂时的空头是有一些不太利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在这方做空呢？因为我们是根据形态做的。美元指数呢，我们看到最近在进一步的，美元指数最近呢在进一步的向下回调，这个地方的一个，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支撑的一个 area，OK，就是这个地方，所以说今天来看的话，因为上方我们看一下日线级别的美元指数，就这个地方你看往下走啊，往下走，1、2、3，这个是属于这个三川形态啊，山川形态。那么再走到50%的位置，一个打阴线吞下来，这底部这个地方又有买盘的支撑，整个趋势线又没有破掉啊，就是这个趋势线又没有形成一个彻底的下破。所以说，我觉得美元最近还是就是忽强忽弱这种感觉，就是让交易者在市场当中会找不到一些方向，很难去抉择。所以说我最近对于美元指数的看法，当然我的观点还是偏多的啊，就说从它的趋势上来讲。还是从这个整体的形势上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偏多的。那美元指数整体还是偏多的。那么这个均线呢，我们看到最近也还没有破下去。今天的收线会不会成为去抉择美元在这个97.45、97点关卡附近的一个变盘？那我觉得今天来看的话，可能比较重要。所以说，我觉得。暂时我不抱有过于看空美指的一个观点啊，我只说对于美指来讲呢，趋势还在上涨，那么高位的回调呢，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具体的还需要根据后市的行情再来进一步进行观测和推广啊，进行观测和一个推理啊，所以说对美元来看的话，我觉得最近2天其实变化不大了，就是说冲上去回调下来，哎，这地方我认为还是处在一个支撑的区域，就是多头回调之后的支撑，并不是空头走到底部的反转。OK，好的，咱们再来看一看那个。
澳元啊，澳元，这个比较重要的 structure 啊，是这个地方，对吧？下方啊，这个地方，其实这一块啊，我认为这一块都是比较澳元比较重要的一个 supply 啊，就是这一块，都是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啊，我们称之为供给区，称之为供给区。那么对于澳元来讲的话，日线图当中我们看到触底达到0.69、0.6970，然后再往上反弹，又进入到供给区当中。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澳元日内当中啊，日内当中大家去注意关注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潜在的护点正在成型。X A B C D completion，OK。那么在这个属于一个叠加啊，就是一个蝴蝶在供给区当中的一个叠加。OK，地点的做空位置具体是在零点，我们看一下0.7060附近啊，这块会成为那个我们在今天如果要做日内交易的话，建议大家去封高空的位置啊，0.7060，好吧，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 A B C D X A B C D 地点的一个供给区加上蝴蝶的叠加。OK，好，这是澳元，澳元的月线图我们看一下啊。月线图的澳元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OK，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月线图当中啊，是很大的一个需求区，注意啊，很大的一个需求区。但是在周日线图当中呢，它又是小级别当中的一个供给，所以说对于澳元来讲的话，月线的反转可能还会需要一些时间来去酝酿这个底部。我建议大家近期不要去过于早的去布局澳元的多单啊，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它形成月线的反转的话，至少需要一些形态来进行确认，至少需要一些形态和底部的一个反转的迹象来进行确认。所以说，对于月线级别的澳元来看的话，我目前只能说它有可能它现在是在一个这个需求区当中，它现在是在一个需求区当中，但这个需求区我们看到现在还没有形成应有的价格反应。所以说，对于澳元来讲的话，所以说对澳元来讲的话，我暂时还是建议大家先去关注它短期的一个这个逢高做空的顺势交易机会啊。我现在看到1小时当中啊，澳元在新西兰宣布利率决议降息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快速的走下来啊，然后又迅速的收上去，1小时形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拼把形态。那么剩下的话，我觉得日内当中澳元的一个反弹的可能性会更加大一些。啊，那具体我们去参考交易的位置呢，就是在0.7060附近去做空单。OK，再来看一下美加，美加其实也没太多好讲的了。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昨天有这个大阳线包上来是吧？美加大阳线包上来之后呢，美加大阳线包上来之后呢，在这个4小时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OK，形成了一个这个拼把的区间。那么剩下的话继续看涨，下一个目标我们看到，下一个目标的话，这个我们往上面看的话，这个地方有一个 A B。
AB 等于，OK，AB 等于 C 个形态。当然的话，在这个4小时当中，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也是有一个相对来讲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力啊，就是短暂回调之后呢，我们看到下方在加元的话，下方在1.34啊，在1.34这个地方。OK，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4小时当中顶部在1.3、1.35附近拼了几次啊。整体来看的话，由于日线级别的一个这个昨天的一个阳线的放量，所以在这个地方以运线的级别来去作为参考的话，4小时短暂回调之后呢，继续看多。OK，下一个目标我们放到1.35，但是就是说还是不建议去做美甲，因为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不太好。就美加在现在，1.34、1.35的位置来讲的话，交易的一个区间呢，或者是交易的这个，去设置止盈止损的话，我觉得不太好，不太合适。所以说，对于美加来讲的话，日内进一步做观测，继续看多，好吧？好，再来看一下美瑞。OK。美瑞昨天从1.07冲高走到我们的目标一，对吧？我们目标一是放在1.25前高的位置，走到我们目标一之后呢，先止盈平仓一半，剩下的呢退保护啊，止盈平仓一半，剩下的退保护。接下来走到0.1853的位置，又快接近我们之前入场的区间了。剩下的就交给市场啊，我们不去。现在美瑞来讲的话，不去做过多的调整啊。4小时当中，我们看到，在昨天这个地方是再次形成了一个压力带。OK，4小时走完湖边，那么在地方再次正好886的位置啊，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压力带啊，啪一波下来。所以说，整个美瑞来讲的话，还是处在一个高位震荡啊，盘整下方的区间，一、二，OK，盘整下方的区间呢，分别就是在1.02到1.013，大概这中间100个点区间当中，可能会近期可能都会形成一个震荡。但是从整个趋势来讲的话，美瑞我依旧还是看多的。暂时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做空单，因为做美瑞空单，你要是做的位置不好的话，它的隔夜成本也是相对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看到美瑞的一个做空单的利息非常高，所以说做空美瑞要注意位置，除非位置特别好，不然不轻易做空它。进一步的话呢，继续往下看回调，好吧？往下看回调，然后呢，剩下的多单，剩下每个月多单继续持有。OK，好，再来看一下每日。那么最近我们看到美日在这个跟美股出现了一个这个转向啊，就是这一轮多头，我们看到走到1.112.50之后呢，开始往下走，连续1、2、3、4、5、6、7、8、9、10，连续10天，日元出现连续10天的下跌，这个行情有点意思啊，就是说，这个行情就是说，最近我们看到美日一直在往下。
止跌的迹象也不太明显，现在走到了前面的一个，走到前面的一个 support area。OK，这地方是一个 support area。对于美日来讲，守不守得住啊？这一站的话，走到一百一，走到一百一关卡，守不守得住，就看今天的一个美日在这个109附近的价格表现。我个人觉得。我个人觉得，如果美股进一步向下再去跌的话，进一步往下走的话，美日不一定守得住啊。所以说，对于美日来讲，现在整体的趋势开始往空了走了。啊，美日来讲，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你看，乌云盖顶，啊，乌云盖顶形态，连续三周下跌，中间跳空下行，进一步继续看啊。整个形势来讲的话，进一步继续看跌。下方目标呢，下方目标啊，我们先来画一个支撑线，但这个比较远啊。第二个就是在这一带，这儿是有个需求区的，这是有个需求区的。OK，非常非常明显的需求区啊。包括在价格在这儿，一、二，OK。所以说，对于美日来讲的话，我现在有两个操作建议。第一个呢是逢高做空，逢高做空呢要注意节奏啊。逢高做空的话，你需要等一个高位，就是真的在下跌趋势当中的一个有效反弹。下行局势当中的有效反弹，那既然这个缺口它没有办法补上去的话。那么下方的这个离它相对比较近的结构就是在111.87的位置。OK，这样子来做。但目前来讲的话，每日目前没有一个非常啊，没有还没有一个反弹的幅度给你去做空单，所以说日内建议每日进一步看跌，然后呢看一下109附近的一个反弹状况。如果反弹之后有一个比较好的位置的话，我们就顺势去做空。好吧，那是每日。如果它万一破下去怎么办？破下去能追，如果能第一时间追的话，找到好位置能第一时间追啊，去抓那个它突破的那一瞬间那个 scalping 啊，去 scalping 它的那个突破的那一段的那个趋势的话，可以。但如果做不到，那么就等，要么等突破之后的回调啊，在111附近继续顺势做空，要么呢就等。在108附近需求去做多。OK， 啊，这是每日。再来看一下纽元，纽元早盘冲下去之后呢，慢慢的又收上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周线图的纽元，OK。周线图的纽元呢，现在我们看到离底部的这个支撑，把它连上来啊 ，OK， 这样子连，这是支撑线最基本的一个做法啊，就这样子连。离周线底部的支撑，我们看到还有一段距离。周线底部最低的位置呢，是在0.65这个区间，啊，目前来看呢是在0.68，反弹到0.66附近，那么纽元其实最近的结构相对来看的话啊，这边有个结构 OK， 好，剩下就是在这，也是低点破下去的位置啊。就是我们在去做这个结构的时候，就希望去看到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某一个关卡它有实体阴线下破的确认之后呢产生的回调啊，这句话很重要啊，就是
关键价格支撑或阻力结构破位后，那这个破位怎么来去的判断呢？就是收线以实体为主的有效回调。为顺势交易的位置，什么意思？就拿这个来做比喻啊，现在算不算有效突破呢？现在这个地方算不算有效突破呢？不算，为什么？因为收线没收下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例子啊，曾经的支撑，这地方曾经的支撑吧，是吧？或者我们把它叫做需求啊，曾经的这个需求区突破之后，需求变供给，价格反弹上来啊。那我以什么形式来去界定它是真突破、假突破呢？这根 K 线啊，当这个结构发生破坏的时候，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供需就已经形成了不平衡。我们之前讲的 imbalance 不平衡，价格上去再下来，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入场的位置。继续看啊，这个地方一样的道理，下方的支撑在0.66是吧？0.66现在还没破下去。如果是以实体阴线收盘收在0.66关卡之下，那么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判断纽元的一个这个结构再次形成突破。有效回调之后，就是顺势做多的啊，顺势往下做的一个区间。有效回调之后，就是顺势往下做的区间。OK，好，再来看一下那个欧日啊，欧日现在呢，我们看到底部的这个支撑已经破了，欧日已经破了，主要是来自于日币的带动，啊，欧元又弱，日币最近由于带动，那么欧日我们看到这个缺口开始没办法补上去了，昨天大阴线继续往下破，继续往下走，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欧日的这个案例上来去确认啊，什么叫做真突破，什么叫做假突破。那么我们现在就认定欧日在这个地方的结构，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相对来讲啊，比较可以去确定性的一个下破行情。所以对于欧日来讲，那么我接下来可能会去考虑，第一时间考虑就是等回调去做空单了。那有同学讲，有时候老金说等等回调，等回调，其实交易就是这个样子，就这么简单。有时候把它想得太复杂了。真的有时候我们把它搞得太复杂了，无非就多空，多空之后无非就两个结果，要么赚要么亏，啊，你只需要去注意你入场的位置就可以了。很多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很多时候价格就是在这个结构多空之间形成的一个变化，或者是一个行为。是吧？那我们去使用蝴蝶交易。或者是你用其他的，你用这个，用其他的方法进行交易的话，无非就是为了找那个进场点，就是在已知趋势的情况下找那个进场点。所以对欧日来讲的话，我第一选择啊，第一选择呢，这个地方已经确定，或者是我们通过这个昨天的收盘价，这个地方出现定价 K，关键地方出现突破。出现定价可以往下走，那么进一步给欧日的下跌行情给了一个形态上的确定啊，所以说对于欧日来讲呢，我会选择第一时间反弹上来的话，我会选择逢高做空。
OK，好，再来看一下棒日，你看棒日线还没有破，是吧？那么我们现在对于棒日来讲的话，它还是在这个 support area。OK，144。那么棒日如果类似欧日发生下破的话，日币的多头行情再次，就是每日经期再次去增值的话，它的避险，它的这个资金继续涌入到日币进行避险的话，那么所有的日期货币通通都会下破，欧日啊、镑日啊，那无非就是比如说欧元如果近期强一点，那么它可能下跌的一个速度可能会慢一些；欧元、英镑近期强一点，那么英镑最近下跌的速度可能慢一些啊，无非就是这个。所以说，我们对于所有日币来讲的话，你看加日啊也在下破，是吧？也在下行。还有呢，美日还有澳日。澳日毋庸置疑了，肯定也在下行，是吧？你看纽日也在下行，缺口也没补上去。OK，那么澳日昨天在，看到澳日昨天在这个77.80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昨天出现了一个pin榜啊，这个地方就是对行情的再次空头行情的再次确认的，跳空向下破关卡，行情回收上来继续看空。好吧，继续看空啊，这个就是澳日下方空间呢，这么大，这都是澳日可能会去到下方的空间。同样的，刚才讲欧日，OK，回调之后继续做空，好吧？我们今天重点关注啊，我们今天重点关注这个啊，重点关注欧元对日元的一个交易机会啊。OK，黄金，我们昨天那个在前天啊，前天带了黄金的空单，在1285挂单做空之后呢，我们看到昨天打到目标1:1的位置啊，再次走到我们入场的位置。那么黄金我的空单，短线的空单也已经损1-2平离场。OK，同学们注意啊，黄金的空单损1-2平离场，剩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现在来看的话，黄金往上在。啊，现在来看的话，黄金往上再走，有可能会去。今天黄金如果再继续往上走的话，有可能会去这个测试1290的位置。OK，那1290这个位置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做空黄金的区域，继续做空黄金的区域，好吧？现在是1286.70啊，再往上走一点的话，我们再OK 啊，我们在大概1290附近啊，再去考虑继续空黄金。OK 啊，这是对于黄金的一个趋势，我还是继续看空的啊，继续看空。好，再来看一下那个黄金的空单，我还是在继续持有啊，就是顶部的空单还是在继续持有。OK，再来看一下原油。原油最近的行情有一些，最近的行情有一些这个开始出现方向了。前天我们看到在5月6号，原油出现了一个，原油在5月6号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行情，走到63啊。我们看到这个，垂线的一个开盘价。垂线的收盘价是收在62.50，底部呢有支撑，底部有支撑。但是昨天我们看到原油刚刚走到62.50，几乎与前天同一个水平位置的一个收盘啊开盘价，最终呢又打压下来，这个地方再次形成一个结构附近的双 K 反转。所以说对于油价来讲的话，最近压力是逐渐的在增大。OK，油价的压力是。
逐渐的在增大。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回调到 62.50 到63附近的时候呢，这个位置又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构。那我今天是建议大家做在一小时当中，因为一小时当中我们看到这地方的一个蝴蝶正在成型。30分钟 XB OK， 30分钟当中的一个原油的蝴蝶正在形成，它的一个做空的位置呢是在 62.635， 大家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去进行一个交易啊。我认为还是选择高空会比较好一些。 OK 啊， 62.618 这个地方今天是日内关注原油做空的区域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空原油的位置呢是在啊，我空原油的位置呢比大家稍微高一点啊，大概是在63.80附近啊，在地方去空的原油。今天如果回到啊，今天如果回到这个四小时的这个结构附近的话，那它会成为日内的一个比较好的踩点，就是这个结构啊，它会成为日内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空的点。那我认为这一轮原油的一个回调能把它破下去的话，能这个样子啊，能这个样子的话，基本就是多头就告一段落了啊，就整个原油这一轮的多头基本上就结束了啊，开始正式进入到空头的一个周期当中来。所以对油价来讲的话，我今天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去关注在63附近价格的高空啊，高空交易机会。好，四小时，你看到四小时在这个四小时在这个运线的、啊、运线开始往下走，吞没。那么最低点到60是吧？60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形成了一个拼棒，那么继续开始往上走啊。整体形势来讲的话呢，是一个继续看空的形态。从60从它的这个四小时的压力位来看的话，包括在日线图当中的一个这个那一二三四 ，OK， 已经很明显的看空的形态，非常非常明显看空的形态了。所以说，对于原油来讲的话，我只建议最近大家去交易高空的一个，只建议大家最近去抓原油的一个回调啊。如果有好的位置，就进行高空交易。好的 ，XBX，OK，XBX， 我们看到昨天挂单入场之后呢，在昨天挂单入场之后呢，在这个2927啊，2927正好挂单入场啊，止损于前高，走到目标二，走到目标1:2理想啊，剩下的话继续还想持有就继续拿，不想持有的话，我觉得全部平仓也可以啊，因为毕竟来看的话，日线图当中。OK， 日线图当中呢，现在其实，标普现在是在一个需求区。OK， 标普现在实际上是在一个需求区这个地方，你看，阻力上破，是吧？需求回调。继续买，所以说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需求区。对标普来讲，我觉得，不是很建议大家去做这个，就是在这个位置做空单啊。你可以等高点啊，比如说在我们昨天看到日线级别当中，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门型结构，四小时一个双顶，对吧？其实很明显的感觉到最近股市是有非常大的阻力，
股市在最近的一个调整当中有非常大的压力。股市在最近的行情当中有非常大的压力，4小时连续吞没，日线级别当中我们看到也是出现了非常大的放量的阴线。所以说，标普来看的话，一等做空，第一呢是要么等关键位置的破位，你现价就不要去追了，没有太大意义，是吧？比如说今天再次走到高一点的位置的话，在29000附近，哎，这地方可不可以考虑去做空单？还有待进一步观测。那么我们昨天之所以去做空单，是因为位置足够高，而且是有看到4小时这个地方，你看支撑开始打破不平衡的时候，开始往上走，需求变供给，行情进一步下行啊。我们是根据这个思路来去做，根据这个思路来进行操作的。那么今天来看的话，这个地方就它是在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区域，而且4小时我们看到底部的下影线也非常长。所以说呢，整个趋势最近来讲是有一些变化。你看，整个趋势最近来讲是有一些变化，所以说这个形态最好是等一个回调之后继续做。就是标普的话，我们还是会陆续去关注它的高空交易机会。那么主要是给好了位置，给好了位置我就入场。OK， 那么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在今天日内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反弹，比如说走到29000走到2900或者2920，甚至是不排除2930再起这一个下行压力位的话，我们看这条，OK， 那是标普。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要去继续空它的一个区间，大概是在22900附近。OK，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再来看一看这个道琼啊，道琼斯的话，差不多啊，变化不大，变化不大。压力最近明显在增加啊，顶部的压力在增加，有抛压的一个状况。OK， 这地方是它的一个支撑的区域。对于道琼斯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日线级别当中这个地方连续3天的吞没啊，昨天也是大阴线往下走。所以说今天来看，如果它在这地方形成一个运线的话，这地方如果能形成一个运线的话，明天我们就继续做空啊，继续往下去做空。今天还等一等啊，我觉得道琼斯今天还等一等，4小时是一个继续看空的形态啊。四小时当中，高点不再创新高，往下走，一、二、三、
四下坡之后呢，平板收上来，我们看到，哎，走到高点啊，走到这些地方，这个区域当中，哎，就继续做空，啊，继续做空，这是美股。再来看一下，德指啊。德指最近反倒还好一点，那德指最近反倒还好一点。这一轮上涨，我们看到全球股市当中所有的都在下跌啊。我们看到 A 股是跌的最厉害的一个，对吧 ？A50 是跌的最厉害的一个，从14000直接走到这边是跌了百分之几啊？对，看一下，跌了百分之，跌了将近10%哎，一只股票的跌停板。那股市跌10%是很吓人的。或者下跌幅度是很大的。这一轮涨上来，我看一下，这一轮涨上来涨了百分之啊，涨了将近30%，不到2周的时间跌了10%啊，所以说这个下跌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像这种行情的话，比较警惕了，那比较警惕了。我认为接下来对于中国股市来讲的话，压力会更加的。大于动力，有很多同学讲的说央行，中国央行不是在降准吗？同学们，做交易做的是预期，啊，做交易做的是预期。但是我们现在还不需要去讨论很多基本面的东西啊。我认为，讨论基本面的东西呢，第一呢是一些很多同学可能技术面的方面还没有解决，再去讨论基本面。讨论基本面的话，就是。稍微的早了一点，因为我们是从技术面入手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先去解决技术面方面的一个短板，然后呢再从技术面慢慢过渡到基本面，那么你会到后面你会发现，其实技术面很多时候它不是那么重要，并不是代表技术面一定不重要，它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重要，技术面也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是我们的学习是从技术面切入走的，所以说大家在学习技术面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短板在哪里，慢慢的再往基本面去过渡，再把两者去结合起来。所以说，我们从现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那么对于基本面的一个对于基本面的需求或者是研究的一个投入精力可以相对来少一点，先去解决技术面的短板。啊，到下一个阶段之后呢，我们再往基本面上来跳。啊，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啊，所以说每次中国经济的这个基本面啊，因为我是对中国经济是有很深入的研究的，不管是政策，还是这个，不管是在行的政策，还是即将执行的政策，或者是未来有可能执行的这个政策，或者是整个方向趋势，我大概的都不会出很大的偏差。所以说我去年能在人民币6.3的时候抓住最后的拐，抓住最低的一次去抄底，很多我这身边的很多亲戚朋友。都去年是做空人民币是赚的盆满钵满，有带杠杆做的，有不带杠杆做的啊。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去研究到这个层面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技术面是不太重要的，或者是根本就不重要的，不需要考虑技术面的东西。但在现阶段的话，我们去在做这个交易学习当中，技术面它是最重要的，你必须要去解决技术面上面的短板。OK， 好的，我们再来去看一下啊，再来去看一下，比特币 ，OK， 比特币继续看涨啊！比特币我们看到在，这个日线图当中，我们看到昨天是最近的比特币是冲高到5300、5400关卡，哎，这地方呢再次形成一个新的支柱互换结构，高点上移，低点上移啊！从比特币的现阶段来看的话，继续看多。
好吧，昨天我们看到顶部收了一个 pin bar，那么这个地方是有一些多头在6000附近，我们看到有一些多头进行了一些平仓。OK，那正好也是走到了这个压力位，看到没有？走到这个压力位，多头开始进一步平仓。好，短期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回调。短期来看的话，比特币可能会有个回调啊，回调到比如说走到5万5600、5700附近的时候呢，我们继续可以去关注它的一个低多的交易机会，对吧？大阳线上涨，继续看涨啊，继续看多。好，再来看一下那个啊，所以说我们之前讲到那个问题啊，就是今年实际上很多央行都在相继的降息，看见没有？就是我们讲过，美联储在今年降息，美元会不会走强？美元会不会走弱？你会发现其他国家都在降息，慢慢的它又把美元推上去，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就说 FED 在降息是吧？我们昨天去讲了 FED 降息的一个理由，或者是它想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它的动机是什么？但你会发现。我们开始本来觉得美元在降息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弱的，但是呢，确实美元不如去年强，对吧？今年来看的话，明显在政策上有个拐点，这个就是基本面。但是为什么美元还继续，美元指数还进一步上涨呢？因为其他国家都比它更差，或者是比它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上更加的保守一些，这样的话就反倒又。释放出了非常鸽派的一个不加息的信号，或者是非常鸽派的一个继续量宽的信号。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澳洲联储和新西兰联储也是在货币政策上已经进入到降息的一个环节当中来。新西兰央行今天降息了，对不对？从1.75%降到1.5%，降低了0.25个基点，对吧？那剩下来的就是这个，剩下来的就是这个中国也在降。前天降的，刚刚宣布降的，对不对？降息之后人民币开始贬值，所以说美元指数它想弱弱不下来，不是说它今年不加息降息，而是其他国家都在降，这样子的话美元在这个降息过程当中它还是最坚挺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基本面。OK，英镑我们看到去年最后一次加息用完了之后，到今年一直没有去谈这个事情。是吧？瑞士央行呢也是在最近在考虑降息的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到美联储不加息啊，美联储在去保持利率不变，新西兰央行商品货币开始降息，息差又进一步扩大了，本身来讲的话，其实澳洲澳币跟纽币的利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相对于欧元来看的话，对吧？欧元是零利率。日币呢？日币也是零利率，这样子一来，息差再进一步扩大，那么未来呢，反弹的压力可能会更，啊，就是上涨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至少在今年，啊，5月份的年中的时候，商品货币不会出现特别大的起色，这个是它的货币政策和基本面决定的。你就不要央行的一路降，央行一路降息，一路做多做上去了。OK，啊，这是我想跟大家讲的。那你说，昨天我们谈论到那个问题啊，美元降息是美元要走弱，美元是不回流。我恰恰认为相反，啊，正是这个时候呢，很多资本抓住这个时机，他会以更低廉的成本进入到美国。
OK，好，那么我们在我今天回国啊，我今天回国，回国之后呢，我们会到有一期用一个时间啊，用一个这个周末啊，我们会去开讲一个一期。其实我比较擅长的是讲基本面，就是我对基本面的这个各个方面的理论啊，各个研究会比技术面其实要多一些，所以我个人比较擅长基本面啊。然后在基本面的讲解上，我相信就是说会帮助大家在投资的格局和角度方面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啊，我会找一个时间，就我们再做一期会，专门就讲一下这个今年的整个美元 FED 的货币政策和整个全球资本的走向会是什么样子，跟去年其实有很大的区别，包括美中贸易谈判，这一次美国正式宣布对中国的这个增加25%的关税，这个影响会有多大？啊，我们还会去谈论到台湾和香港的问题，还会去谈论到这次这个西方国家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政策的一个变化，都会去讨论到这些啊，帮助大家去理清一下这些国际的脉络，好吧？那么啊，这边就今天的讲解就到这儿。那么我们在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再跟大家带来一个分享。祝各位投资交易愉快，拜拜。